重磅消息，骑士集团的独生子齐若晨回国了。听说这次回来是要找回五年前突然消失的秘密恋人，据说没人见过他的真容。佳丽，佳丽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今天不能帮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确定他住这里吗？是的，少爷，自从佳丽小姐不辞而别后，就一直住在这种陈年老旧的小巷里，所以这五年才一直没有他的下落。你不会也是来找我妈妈培养感情的吧？你妈妈？你先松开，叫我衣服拉拉不动。新爸爸了。新爸爸？你有几个爸爸？我舅爸变成一个星星，爸爸刚跟他分手，新爸爸刚跟妈妈累死。我日日夜夜惦记着你，你却过得比谁都滋润。别忍了，姑姑，雷都走了。五年了，他明明在你心里还很重要。再说当年，车身忙着筹备我们的婚礼，没空见你。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。我不仅帮齐家找到了真正的外孙女，还是齐家唯一承认的儿媳。你这个冒牌货妹妹，你该退出了。帮我转告他，我会离开。我跟他不可能了。唉，刚回国就还有被扣工资，齐若晨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好久不见。